好，同学们，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讲。刚刚我给大家提出这个问题，同学们，咱们应该怎么去实现伪静态呢？有服务器，有框架，你觉得咱应该在哪个地方动手去改？你要先想想，不要上来就写代码呀。有两个地方呢，外部服务器是一个 PI 文件，一个代码。那么咱们这个框架是不是也是 PI 文件一个代码？你咋知道改那个不改那个呢？首先大体的方向你得知道。我浏览器请求的东西先给了谁啊？是不是给了 web 服务器，就是 web server 啊？我就以 S 为例了啊， server 这个东西啊。那么 web 服务器接下来是不是还会给 frame？ 是不是给框架？ frame 就叫框架，对不对？请问咱们原来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件事情，点后缀为后缀为点 py 的过去，除此之外打开过来回去，你说对不对？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咱们应该在哪去把它改成伪静态呢？服务器而不是框架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如果你的外部框架里边再去转发请求的时候只转发点 py 结尾的，你即使把这个地方改成点 html， 请问到这儿它已经把这个当做一个文件打开，是不是接下来是不是回过去了吧？你怎么可能有机会执行到呢？所以说它必挂，因此在这改，听得清楚啊？这就是我告诉你的方案，不要上来就去写代码，你要琢磨琢磨，花点时间你琢磨琢磨在哪改，知道方向，接下来要比改要有价值呀。好了，同学们，咱们呢过来 copy 02202，然后呢叫做03什么呢？实现伪静态 ，cd 到03里边去。好了 ，vim web server 点 py， 打开，同学们又再次打开了它了。打开它之后咱们应该改哪个地方呢？啊，在51行。如果你的后缀是一点 py 的，咱们才扔给了这边去请求，你说对不对啊？那么现在我只要怎么着呢？只要是一点 html 的，请问我通通扔过去请求，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吧？那么在这个地方不就完了吗？啊，如果请求把这个注释也改改啊，如果请求是点 HTML 结尾，那么就如果不是点 HTML 结尾，那就认为是静态的。比如说这么多这么多，把这个给抹掉，那个就没有这个了。把这个删掉，请问同学们是不是解决这么个问题了吧？即一点 PY 的请求在实际当中不会见到，但是呢，我之前的时候呢，为了给大家理清楚这个通路，理清这个过程，我就直接写了点 PY， 听懂我意思了吧？现在咱们要去改了。把点 py 给它改成正确的点 html， 这就是伪静态的方案。请问将来你这个地方只要不是一点 html 结尾的，就直接打开返回，只要是一点 html 结尾的，请问是不是咱们就通过在这个地方调用，是不是调用那个 web 框架把请求装到字典里面去，是不是给它扔过去了吧？还记得吧？你就写这句话就行了，别的都不用改。点运行7890都看看啊，点Fill not found， 为什么现在已经变成了是不是 HTML 啊？这个道理吧？为什么我再去写点 py 的时候它会告诉我 fill not found 呢？你已经把刚刚你做的这个功能给它改成了，如果后缀是以点 HTML 结尾的，是不是还会去调用？但以点 py 结尾的，是不是把它想象成了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资源文件了吧？你就好比你访问的是一个 GPG 啊，拼音 G 也一个道理，拼音 G 请问是不是也是请这个图片，是不是找不到？同样道理，但为什么我给它改成了 HTML 依然挂？字典里边有这个吗？没有。那么也就是说 VIM Dynamic 里边 Mini Web 框架里边，请问同学们，这个字典是不是此时咱的版本应该给它改成 HTML？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 HTML， 那么咱们改这个地方仅仅是改了个注释，咱们让大家的可读性增强。那么请问改哪儿？是不是改装饰器里边的这个？大家没发现我 只要给一行这个事，是不是立马又解了，对吧？好了，都刷新可以了吧？点，哎，为什么不能点？右击检查，哦，他原来还是访问的是不是点 py？ 怎么着同学们，是不是得给它改成点 HTML？ 对，那么你觉得咱们应该改哪？啊，我是改 Web 服务器，还是改 Web 框架呢？
你应该改的是 template 这个文件夹里边的这个 center html 和它里边的是不是那个超链接的那个后缀吧，要改模板文件，你听清楚了吧？因此 vim template template 里边有个叫做 index， 它打开你看，咱们在这往后翻，你会发现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给它改了吧，改成 html 好了，这是一个，这个怎么样，来顺便的改了，这个叫什么呢，点 html， 还有一个吧，还有一个叫做 center 点 html， 那么往后改 www 往后走 html。 至于这个东西超链接又意味着什么，明白？详细的你下个阶段就学了，这个地方你不用纠结，去写个页面怎么写，下个阶段就学啊，都起。我先刷一下，此时返回过来的这个页面里边，大家看，我把这个小手点一下，啪，大家看，是不是就改成了那个模板里边的东西了吧？只要一改模板，这个页面回过来的这个请求，这个链接就变了。那么请问将来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正确了吧？现在是不是已经成功的改成了伪链接啊？对吧？伪静态嘛，改成伪静态。访问的还是 HTML 结尾，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已经扔给了咱们的这个 MIDI 框架？是不是让这个框架是不是来处理？这个框架返回什么？是不是将来咱们这个页面是不是就返回什么了吗？因此，当你把这个东西做完之后，你通过 SEO 优化，那么将来呢，搜索引擎它就对你的支持性呢，要比动态呢要好一些，要好一些。现在的这个搜索引擎呢已经比较智能了，所以说这个动态呢它已经开始慢慢开始支持。但是呢，不得不说，开始支持和支持的完美这是两码事儿。就好比你开始做这个事情做得好和做到了也是不一样的结果。因此呢，最后一点还是静态的更好一点，听清楚了吗？因此咱们就要朝着这个静态的方向走。同学们，最后这个效果是不是等于做到以这个访问静态的这个 HTML 结尾的这种方式，是不是扔给了框架，框架是不是处理的结果了吧？就看到这个效果啊，就看到这个效果。